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瑶。这部影片一样算是来小提醒大家，有副本要结束了。第一个就是画面上大家看到的纳金，之前有跟大家说过，纳金是平民神卡，一定要刷。亢奋这个功能真的很实用，除了有两倍以外，因为是头像 buff 的关系，所以你遇到负面头像 buff 的敌人就可以直接免疫，不会被上状态。言下之意也有着拉角色猪下回合不会进到疲惫的作用。另外，它也是人类可以引爆整版的卡。虽然人类这样的功能看似很多张，仔细看你就会发现很多都是合作卡，现在有一张自家的，而且又是路边就可以取得，记得一定要拿一张起来。另外一个就是讨伐战，今天过后也不能打了。这张细耳的话技能是比较还好，所以我觉得可以拿个一张起来放着就好，等到真的有需要再练也不迟。这次讨伐主要是这个牧人专属武装，一样打15次讨伐就可以获得，因为他的武装能力有一个进场 CD 减2，非常实用。至于有人提到蚁王翼王有哪些要换，如果你都没有的话，理想状态当然是全换，但如果你这次拿到了 BOSS 有限的话，就至少换这三张吧。 OK， 以上大概简单提醒大家一下，大家对于这两张卡或龙科有什么想法，都欢迎下方留言讨论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